一样哈，我们就是这样子走过来到我们这边。请问走那么前面是要来一段求福的意思？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很明白。来，我们接着往前好吗？各位朋友们，请帮我们移动到现场。好的，让我们掌声跟尖叫声交给我们的 S V 的二十位美丽的女生，尖叫声呢？太小声了，你们没有吃饭哦，尖叫声！还是太小声，来，我现在给你们再一次的时间，不然他们会很难过，会流眼泪，好不好？好，大家都上台了吗？后面有听到了，谢谢。我可以开始做。你一个的声音就抵挡这些人了，好不好？好，我们的二十位女神都上台了，麻烦大家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尖叫声！才对嘛！你们一定要我破音吗？好的，辛苦了，我必须说，你们怎么让他这么累呢？好不好？好的，那我们第一位呢，我们会一个一个自我介绍，然后让大家，如果你不认识的话，现在认识还来得及。每一个斗内箱都在这边，等一下让他们自己拿了自己的斗内箱，然后下去，你们可以跟他们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好吧？那我们开始自我介绍喽。大家好，我是十号的 KK。然后呢，希望大家呢投票箱在这个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就是胸部很大的人，就投在他里面就对了。那七七，好 ，OK， 那就投票箱呢就直接投到十号里面。然后呢，非常感谢大家，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然后很开心。我讲完了吗？讲完了，可以。你要不要做个性感的 pose？ 性感的 pose， 是不是？就不用出来，就在那边做个性感的 pose， 大家蒙个福利哦。好，相机准备好，好，记得要投给我们的 KK。有在尖叫吗？没有尖叫哎，再一次配一点尖叫好不好？大家来，一起来，一二三。谢谢。好，有一点没吃饭，好，换下一位。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号的千秀，然后，我脖子在声音有多？好，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斗内券投给我，谢谢。好，要不要做个一样做个 pose 给大家拍一下？好，撩一下。好，谢谢。好，换下一位。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号小薇。如果你喜欢温暖的笑容，请投给一号。我在最旁边那个穿黑色薄纱的那个箱子，记得投给一号小薇，谢谢。好，谢谢。一样，我们定点来做一个 pose 就好了，好不好？性感的 pose。会什么 ？N 字腿吗？好，好，可以。好，很酸是不是？好，换下一位。强人所难吗？不会啊，我会啊，只是我没有美腿而已啊。我会 N， 但不会美，有没有没有腿？好，换下一位，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三号的思佳。那希望今天大家可以把你的抖内票都投给我，看在我拉票拉都烧香的份上，给我一点同情，谢谢大家。好，我们一样，刚刚我们这个。我们的思佳刚刚有说你会做什么样性感的 pose 吗？会什么？不然来个起立蹲下吗？大家想看吗？想看是不是？好啦，那我们就让我们的 SG 勉强做一下给你们看好不好？好，让他拿一下。好，来，起立蹲下，来，三二一，我好，非常谢谢我们的思佳，感谢，记得要投票给他。好，欢迎下一位。嗨，大家好，我是四号的 Kelly。嗨。哦，有人送饮料。这个好像是，不好意思，我必须先跟 Kelly 说不好意思。但是思佳这一位，他，请问是哪一个粉丝这么白目？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好了，因为思佳非常非常的受欢迎，然后他得到了一杯不知名的一位害羞的粉丝送他的饮料，是真的。而且他要求我现在立刻上台冲上来。送给他好不好？你有什么话要对这位粉丝说吗？其实他的眼光非常好，因为 CN 的果汁非常的好喝，而且新鲜。然后今天大家好像拿门票可以在门口免费换取 CN 的果汁。好好哦，可以帮我换一杯吗？好了，换下一位，谢谢我们的思佳。嗨，大家好，我是 Kelly， 就是有起重机的 Kelly， 就是我周末六日都会上北宜，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在山上遇到我哦。那你会骑重机吗？对，我有重机。哇塞！我今天骑车来的。今天骑重机来的，大家想要跟他一起骑重机吗？哇，很好哦！你会骑吗？好，假赛。
好，换下一位，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五号双马尾慧敏，大家记得把donate券投给我哦，谢谢。好可爱哦，双马尾。来下一位，大家好，我是七号卷娜，等一下记得把你们的donate券投给我哦，谢谢。打个岔，打个岔，又要送饮料了吗？太好了，我们的重击女神得到一瓶 Red Bull。我真的是深感抱歉，真的对你们也很抱歉。然后 Kelly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送你 Red Bull 的，就是某位不知名的粉丝？谢谢红牛厂商，也可能我不知道，谢谢。可能 maybe 跟他说几句话好吗？先看我今天比较累吧，谢谢你，谢谢你。哇，等一下还要有精神骑车回家。太好了，希望你骑车的时候也可以非常的有精神，因为喝的 Red Bull。然后我在这边想要跟各位粉丝，还有各大厂商 ，Anyway， 麻烦你们下次要送礼物的话，早一点点，好不好？不然我真的是有点尴尬，好吗？麻烦大家，谢谢哦。好，下一位。哎，我们讲完了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号朵朵。喜欢找我哈拉的话，欢迎来花车区。花车区在哪里？花车区在……我眼睛不太好，在哪？那里。哦，没关系，我还是看不到。哦，好。好，谢谢。谢谢。小猫了是不是？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猫，九号小猫，希望大家可以把神圣的一票投给我。那我今天在现场最后会抽出一本我的珍藏写真集，希望大家可以留到最后，然后把票投给我哟。谢谢小猫，小猫稍等一下下，真的吗？我这边又收到一瓶饮料，对，又有 Red Bull 了，一定是车友，一定是红牛送的，太好了，红牛送的，谢谢，太棒了，谢谢红牛，谢谢红牛。好了，也要谢谢我们的粉丝啊，有什么想要对粉丝说话？投给我的朋友们，有把票留给我的朋友们，真的很爱你们。因为有些在门口就被抢走了，哇靠！也谢谢送 Red Bull 的朋友，好不好？谢谢，谢谢你，小猫非常的开心，你看他耶， yeah， 开心，非常有精神。Hello， 大家好，我是十一号思思。那因为我的牌子不知道被我丢到哪里去了，所以我等一下还要再找一下。太棒了！那我会在我们的舞台的我的左手边，就是这一区，我都会为大家服务，然后可以来找我拍照、聊天之类的，对，那就谢谢大家，也谢谢大家，就是投我一票抖内券，谢谢。好，谢谢。哎，你都每个都叫哎。哦，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十二号苏苏，那我会在中间门口那边，然后欢迎大家来找我拍照，谢谢。好，我相信苏苏的腿非常漂亮，要不要站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美腿，摆个 pose 嘛，好不好？好不好？多拉个几张票，是不是非常漂亮？很漂亮，对不对？好，因为他是我朋友了啊，没有开玩笑的。好了，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坏坏。那我所在的地方是那个方向的展区，对 A1 和 B1 区。那欢迎大家来找我拍照和我聊天哦。也希望大家把手上的donate券交到我的投票箱里面，谢谢。好，也谢谢坏坏，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十四号的 Mina， 那我的位置在后面的也是花车区，希望大家记得把董内券投票给我，谢谢。好，谢谢我们的 Mina， 那我们接下来是，我们就接下去，好，换个位置，好，交换一下位置。Hello， 大家好，我是菲菲，希望大家的董内券都可以投给我们。怎么了吗？怎么了？好了，他在冰淇淋区，对，我们都在冰淇淋区。对，所以如果大家有拿到冰淇淋的朋友，记得要把donate券直接投到donate箱，因为他是直接放在摊位，对不对？对。谢谢。Hello， 我是最后一号、22号的娜娜，那一样大家想要吃冰淇淋的，欢迎再到我们的 Pokelo 的区域找我跟菲菲，谢谢大家。谢谢，欢迎下一位。Hello， 大家好，我是20号77，我的展区在那边，我的右手边，记得过来把你们神圣一票投给我哟，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巧巧，那我都会在荣秋机车你们的左手边那边等你们来找我拍照或聊天之类的。然后谢谢有把donate券留给我的朋友们，那如果没有认识我的话，可以赶快来认识我哦，我的兴趣是跳舞，谢谢。好，等一下，让我来即兴让你稍微扭一下，
好了，来三二一，没有音乐是不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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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可以可以，好过瘾了哈。好，下一位。好，大家好，我是乐乐。那我今天的话会在这个区域，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来找我拍照聊天。那重要的是就是一定要把抖内券留给十八号乐乐，谢谢大家。谢谢乐乐，大家一定要把票投给乐乐。你看，大家为了大家，他声音都少瞎了，很可怜。来换下一位。大家好，我是呆呆，谢谢各位支持我的朋友，还有投票给我的朋友。那记得来找我玩，还有拍照哦。那抖内券麻烦就投给我呆呆十七号，谢谢。谢谢呆呆。Hello， 大家好，我是 Ivy。那我在 Scoopy 的柜位。那如果等一下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找我拍照。那记得要投我一票，谢谢。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的那个，好，我自己过去。我们有一个粉丝说要送给你的饮料，送给你的饮料。哎，那个他走了，他默默的离开了，他默默的离开了，还是一样，谢谢我们的粉丝，好不好？好，先跟我们讲一下，谢谢就好。谢谢，非常好，很简短哦，谢谢，有听到吗？然后我们千笑很爱你。送机油，两瓶，一人一瓶，大家可以回去记得灌机油。多喝一点，多喝一点，胸部就会跟他们一样大，好不好？好，我们刚刚介绍到哪边 ？Amy 是不是 ？Amy 吗？好，好的，换我们的 Amy。Hello， 大家好，我是十六号的 Amy。希望大家能把董内券投给我。那我今天呢都会在全场走来走去，然后在定点舞台的那个擂台的时间会在擂台上与大家见面。欢迎大家把董内券留给十六号 Amy， 谢谢。好，看到 Amy 呢也是我们非常漂亮的，你看她的腿，开玩笑，这个大概是到我的胸部吧。好，下一位。Hello， 大家好，我是十五号的梅子。那今天也跟 Amy 一起会在全场啪啪走，那欢迎大家来找我拍照。那在擂台时间呢，我也会在擂台与大家见面哦。希望大家把抖内券都投给我吧。好，哇，太性感了，自己加戏我都还没讲。好，谢谢。然后最后被你这一招，我有点吓一跳。本来想要出来跟你拿麦的，就冷不防来个起立蹲下这样。那个下一位换小海。大家好，我是小海，喜欢我们。他抖内券没有。哎，你们至少也礼貌一下好不好？换菜的果汁也可以。我看到有人点头，我觉得很感动。你们是不是感动？这样，然后记得投给主持人哦，投给你们的美丽的微笑，那就好了，好不好？好的，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就是开放大家先往前，可能站个交叉站一下，好不好？一样，刚刚交叉站，或者是可能比较小心一点的女生，我们稍微蹲下，留个五秒钟的时间，让大家帮我们的女生做个大合照。好，那稍等一下，无限 HD 频道会员开始招募啦！只要60元就可以当一般会员，每天爽看会员专属的黄标影片；750元就可以当股东，可以邀请摄影师拍你想看的，签唱会、记者会、4K 线上直播等。股东还能看特殊神秘的影片，不要犹豫，赶快来加入！